我觉得是可以为了飞机上做新语。为了飞机上做新语，真的是。这蛮好吃的，飞得我爱，我以后都会搭豪华经济。认真。这个巨很爽。是不是瞬间变太空了？开放自由行半年，三立新闻网团队再次搭机赴日采访，机场人数明显上升许多。根据桃园机场的营运统计显示，客运量自去年十一月开始，出入境人次呈现倍数成长，甚至在清明连假期间还创下单日运量新高。建议大家尽量提早在2.5到3小时到机场完成 check in 手续。这次出差也是搭乘星宇航空，不一样的是，这次搭乘的机型是 A350， 算是大飞机，未来将直飞美国洛杉矶航线。之前搭 A321 经济舱的时候就觉得蛮舒适宽敞的，但究竟 A350 会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去程是搭豪金舱，回程是商务舱，趁这次机会我也开箱给大家一探究竟。欢迎，欢迎，欢迎李先生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有请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。你要做什么？可是这样子，要帮您那个吗？帮您说明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帮他说明一下那个找票的地方。找客户的话，这边就是可以坐按压，哦，就是起飞之后才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好，了解了，谢谢，谢谢。第一次搭乘豪金舱的我们，整个很像刘姥姥进大观园，正在研究找靠垫要怎么使用的时候，眼尖的空服员就发现了，然后马上过来协助我们，真的觉得超暖，然后瞬间觉得服务很加分。就是长途的话，我觉得最怕就是脚撑不了，就是你要一直这样子，然后一直这样侧边，那它就是可以整个这样子。我记得我以前搭联航的时候就只能这样。联航怎样？就只能这样，就全程只能这样。对，然后这边就会顶到前面。这边会顶到前面。对。好。其实以豪金舱来说，位置真的超大的，像我整只腿都可以伸。我跟你说，它这个椅子很厉害，的座椅是 Recaro， 知道是什么品牌吗？赛车椅品牌，然后它还有推车，小朋友的气座，等于是说我坐飞机，我可以体验赛车选手的座椅跟宝宝的推车还有气座。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大家在交通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座椅很塑胶，就是很硬邦邦的感觉，然后你就要自己调一个舒适度。可是它这个超软的，也不会是那种软，就是行楼皮的那种软，就是很会有弹回来的软，所以它其实超级舒服的。我觉得就是腰啦，就是它有附这个枕头可以顶在腰，所以你全程坐的话就是还蛮应该蛮舒服的。等一下我们起飞之后试试看，就是不会觉得空空的。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很多人戴颈枕吗？看这个不需要你看好像可以睡觉，我觉得这样还蛮好，因为我觉得颈枕很定位。就是下飞机的时候，常常就是比如说我就要出去玩了，你还要把行李箱打开放进去，或者是就要带着它到处跑。可是它这个，你可以调整你自己想要的位置，它可以上下调，可以这样。然后就比如说你想要这样到肩膀，一二，最高可以到这样，可以这样。大家好，两位，那为两位先送下餐。耶，飞机
餐来了，张张张，吃的是鸡肉，是墨西哥鸡肉，好香哦！我想要看你的，而且你的是胡同，就是我的不是胡同，你的是跟胡同联名的，它就是胡同的烧肉，就是哎，很厉害哎，好香哦！我戴口罩就闻得到了，它好丰盛哦，是葱盐猪肉。对啊，应该是葱盐盐葱盐葱猪肉。嗯，它味道好浓郁哦。它分量其实算中等嘛，它酱给很多哎，然后这应该是豆子鸡肉，它鸡肉给蛮多的，然后花椰菜，然后还有一些小碎肉。其实我觉得以飞机餐来说，这样有营养蛮均衡的，因为它饭好吃哦。想喝浓汤，那浓汤是很好喝哎，马铃薯味很浓。我想做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他弄饭应该蛮好吃，示范一下。嗯，我觉得他胶粉很好吃。哎，你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哎。那我有经验。经验吗？你有经验到吗？他的肉好吃吗？梧桐烧肉平常就已经蛮好吃的。我觉得他的肉。会柴，然后以飞机上的讲法，就是很棒，有点嚼劲，然后又很嫩。哎，它肉给蛮多的。哎，你吃看看它的盐葱，看起来很厉害。它盐葱非常的入味。哎，我觉得飞机上要到这样很厉害。我觉得是可以为了飞机上做新语。为了飞机上做新语，真的是。这蛮好吃的。这趟新语豪金舱的体验真的是吃饱喝足又好好睡。虽然只有三个多小时的航程，但明显可以感受到舒适感的提升。以我们来说，觉得最值得推荐的五大优点是，座位很宽敞，宽敞很多，脚踏靠垫也超加分，腿部的负担压力减轻很多。再来就是超好吃的飞机餐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零负评。但相比来说，还是最推荐胡同烧肉，还有高空上竟然可以喝到热浓汤。经济舱和豪金舱都可以点到，最后就是免费的网路。经济舱、豪金舱都是文字讯息无限制，速度上我们使用下来是不会觉得卡卡的，还蛮快的。哎，超大的哎！带大家来看看传说中的头等舱，前面根本就是一个小型电视，然后总共只有四个头等舱，然后26个商务舱，然后每一个都像小包厢的概念，就是独立自己一个位置，然后中间是有隔板的。每个都有独立的走道，这样出去。回程我们搭乘的是商务舱，位置正前方刚好是头等舱，也是目前台湾航空业唯一的头等舱。然后经过他们的同意，我们有稍微体验一下头等舱坐起来的感觉，就是宽敞和舒适度当然是没话说，最重要的是有拉门可以保有自己的隐私，还有 mini bar。和独立的置物柜，还有专属的厕所，根本就是一个小套房的概念。我们的桌面板都是一样的，这边有那个 Hero G 的功能，然后这边是全躺平，然后阅读的模式。那商务舱跟头等舱都有那个按摩的功能，三段式的气压按摩。所以这其实按摩是等到飞上去才可以使用吗？那就可以使用了。所以一路我上机就可以使用。对，但是在航程中会比较有感觉一点，因为它是气压是这样子按你，不是像那个按摩椅这样子滚动式的。所以起飞之后您休息的时候，它按压会比较有感觉。嗨，我们现在坐的是商务舱，然后首先看到的是很大很大的萤幕。然后商务舱的萤幕大概有24寸，几乎等同于一个小电视机。然后前面的找位置，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大。
就是里面空间很深。我们刚上机登机到位置的时候，空服员就会收上一杯果汁和毛巾，可以擦拭手，就有点像五星级餐厅的概念，就是坐上位置之后先提供一些服务。上方比较特别是，他会直接给一个大毛毯，然后还有枕头，然后这枕头我觉得，哦，不是，我觉得就是比经济舱跟豪金舱还要大颗。然后接下来我要为大家示范很厉害的座位，就点选右边，然后它就是可以选择，像它最厉害的就是 Zero G， 就是那个太空无重力的功能，就它有别于就是整个躺平，它是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设计。就是我看那个说明是说，可以让就是身体的压力不会都一直，就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概念嘛。那我们现在来按个 Zero G 来看看。好，我按哦。嗯，你按住吗？按住它才会动。真的吗？有有有，我在动了。我觉得我自己很像变形金刚。然后把枕头，这枕头应该可以拿上来。哎，很酷哎！我觉得它这样的躺是很舒服的，因为女生的那个脚。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，就是女生不是要抬脚促进血液循环吗？就是可以比较不会有萝卜腿，它就有点这样的概念，然后就是不会让你的膝盖一直下沉在地板，因为下沉在地板其实很容易，就是下飞机的时候就会小腿水肿啊，然后就是紧紧的，然后就觉得有点充血的感觉。其实就是，它有一个镜子，然后这个就是跟那个豪金舱一样，就是电视的遥控器。这比较特别，它有一个无线充电，所以我等一下只要把手机放上去，它就可以充电。所以等日服商务舱的乘客，大家可以不用带线。那如果你有带线的话，这边也有 Type C、Type N， 然后复合式插座。可以充电，然后再来还有各自各一包东西，哦，它还有个挂钩，其实这样可以挂东西。我拿开看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是耳机，它这个耳机是环保耳机，就是用过会，就是使用过就重复使用的，就这样也很。国际精选料理。那今天上线选择的是台湾猪培根里脊，搭配的是意式宽面。那我们的面包是有香橙巧克力面包，还有椒盐小面包，都可以搭配着奶油以及油醋酱去做享用。前菜的话是粒粒番茄沙拉，那它属于比较台南式口味，姜汁酱油口味。那今天随餐的饮料有珍珠奶茶，在珍珠奶茶在最左手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湛蓝宇宙 2.0 以及星光毛芋豆，那再请您慢慢去做享用。先跟您介绍一下，今天年少在逛的一代小弟。今天选择的餐点是日式的季节圣和足肴，那它就是用当地的食材去做春意料理。从左手边最下方那个是我们的牛蒡蒸饭，它是使用月光米的部分。左上方的话是大根千梅子。那从这个盘子里面呢，左手边最下面是扁鹊毛豆泥，上方的话是豆乳茶碗蒸，还有柚香莲藕。那右下方的冷菜的话就是有。照烧香菇，还有八方猪肉卷，都可以慢慢去做享用。那面好吃哦，很像真的去外面吃意大利面的感觉。我真的觉得星宇航空的飞机餐很厉害，就是它味道不会因为是飞机餐，然后就很随便，就是该有的，比如说面啊，也有入味。先看看它的肉。觉得很嫩，还蛮好吃的。它的猪肉很香哎，其实我真的觉得有餐厅的水准。你虽然在飞机上，可是你却可以吃到餐厅水准的料，我觉得这是蛮不容易。我觉得餐点就已经那么厉害，然后还可以饮料。我觉得光是在飞机上可以喝珍珠奶茶。如果我是在国外留学很久很久很久，或者是离乡背井很久很久，然后坐飞机喝到珍珠奶茶，我就会想哭，就觉得会有台湾的味道。这根本不是飞机餐吧？真的很夸张。你太好吃了，这个超入味，超好吃，好像牛蒡的精华的那个味，全部浓缩在饭液里面。
饭是有味道，然后它饭不会太软，也不会太硬，我觉得刚好。然后吃起来我觉得蛮适合老人家的，不是鱼吧？好吃啊！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入口即化，我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入口即化，这个真的是入口即化，真的，我对这个蛮好奇的，所以我想要先吃看看。它好像茶碗，对，是茶碗，它冰冰的，它是凉的，但是好吃，这也是吃下去就整个散掉的感觉。说真的，商务舱给我们的感觉是一种五星级的享受，不仅座位宽敞有隐私感，最重要的是全程搭下来快四个小时都不会有过去搭飞机的压迫感、酸痛感，餐点饮料也都很有水准，是好吃到有记忆点的。那一样归纳我们觉得的五大优点推荐给大家，首先是 Zero G 模式加上三段式的按摩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噱头，但体验下来其实是真的还蛮有感觉的，会觉得全身的压力是有被分散掉，很符合人体工学。再来是这个拉门的小包厢设计，还有媲美星级餐厅的餐点，连蒸奶啊甜点都超好喝超好吃的。另外让人觉得就甘心的是，就是完美调酒赞南宇宙 2.0， 就是空姐知道乘客无法饮酒，就是马上特调一个无酒精的版本，也是超好喝的。虽然是小细节，但就是有照顾到乘客，我觉得是还蛮加分的，大大的加分。星宇航空现在的主力机型为 A350， 目前总共有三架，是大飞机，所以它的宽敞度完全不用担心。至于其他硬体设备，可以明显感受到大大的提升，像是机窗的部分明显就比较大，观光窗外景色宽广了许多，同时还有这个电子调光，是目前全台唯一的高科技功能。那遮光效果非常的强啊，然后速度也很快，就是可以调整自己想要的遮光的亮度啊、明亮度，那可以阻挡高达 99.99% 的光线。电视萤幕画质也全都是 4K 的超高画质，然后是可以直接触控，尺寸大小看我们拍摄的画面就知道，没有那个碍眼的多余的边框。至于大家最在意的充电和网络部分，机上虽然完全不能使用行动电源，但座位旁边就有充电的设施，然后商务舱还可以无线充电，网络的话速度也算快，商务头等舱还享有无流量限制。综合两次的体验，星宇会这么夯真的不是没有理由的。我们也综合了三大优点推荐给大家，下次真的可以体验看看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搭飞联航的摄影伙伴也都赞誉有加哦。这种我以后都会搭豪华进去，认真这个巨爽，是不是瞬间变态功能？